有人说，说唱只是单押双押，谁都能来几句说唱。如果只是会押韵，还不能算是一个 rapper。他需要用内心指挥你的舌头，让每个字都精准击中，让每段 flow 都产生触动，用专属自己的态度表达自己。我是黄子韬，这个时代我在寻找你。说唱新时代，万物皆可说唱。